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达文师傅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。今天我煮一个盘菜给大家。盘菜的意义咧系好深远嘅，系我哋嘅中华文化嘅传统美食嚟噶。咁样盘菜嘅古仔咧好多版本，其中一个版本咧最引人关注嘅咧就系当年咧，想当年咧一个皇帝落难咧，走落去香港啊围村嗰度，咁样咧。好多圍村嘅居民咧就好窮噶啦，窮鄉僻壤啦，見到皇帝到咗，好緊張啦，就攞曬所有屋企最好食嘅嘢出嚟俾佢食。不過好可惜，好窮喎，咁新媽好窮好窮，嗰啲碗碟又爛曬，咁點好咧？咁新媽咧就將所有嘅美食咧就放喺個木盤嗰度裝住，俾個皇帝享用啦。咁從此咧呢個古仔咧就咁樣流傳落去啦。咁從此香港嘅圍村咧就每一年過年過節咧都會煮盤菜俾大家食噶。咁喺我哋馬來西亞度咧都係有個文化嘅，就係講大家咧食盤菜咧可以團團圓圓啊，每一個食盤菜咧一家人咧開開心心和和氣氣。呢個咧就係新年最重嘅氣氛啦，係咪？盤菜盤菜盤盤滿滿啊嘛，係咪？盤菜嘅意思咧好多噶，最緊要係一家人。坐埋一齊食一餐飯啊！食一餐飯好重要噶，記得啦。咁樣咧喺度咧，大家咧就一定要和和氣氣、和氣生財啊！食一個團團圓圓嘅團年飯，恭喜恭喜！